下来，它会一直不断长大，所以我们就要用它的时间特征。但时间特征在这个地方的套件，它并没有做得很好，所以我们自己做，我们自己来去学一下，就是说如何在这个格式化为表格的环境下，来去把年跟月刻出来它的时间刻度，然后等一下我们就是去可以看到说啊各年的变化，例如说各年销售、各年利润，还有毛利率，好的一个计算。好了，那我们所使用的是这个订单日期，所以第一件事情，我现在要教你如何从订单日期中取出年。好，我想这应该是很简单，可是你必须要学会的事情。A，首先这边有 column 21、22、23，我就直接加在这边好了。首先在这个地方，因为我有，我相信你们也有，这边是 column 21嘛。好，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，接下来写函数的方式，请统一。因为我相信你一定都知道，这边就要写等于 YER 刮胡，好，但是请你这样写年冒号等于这个年跟冒号就是这个栏位名称，然后等于 YE，哎，对不起，请打 YEA。好，对不起，因为这它现在还停留在 Excel，所以你这个年冒号不能打，等一下再教你。麻烦请输入 YE，就是当你这边输入等于 YE，然后接下来一定要用 Tab 键，它就直接把这个函数 YEAR 提取上去，请你一定要少打几个字。好，你就打 YE，然后开始去找，找到之后用 Tab 提取上去。然后接下来，因为我如果要选择这个哪一个所谓的表格，请用一撇在 Enter 的左边，可是我现在在相同的表格，所以我不用用呼叫表格，我只需要呼叫栏位名称，所以请输入在 Enter 的上面，Enter 的上面有一个中括弧，不是大括弧，是中括弧，中括弧。看得出来哦，然后接下来就开始用选择的方式了。你要慢慢去想这样子的一个动作的改变，因为接下来其实还是会要教你如何写函数。好，所以请选方向键往下选到订单日期，选到订单日期之后一样，Tab 键不要用打字。你看我现在我只有打等于 YE，然后打了一个中括弧，然后接下来记得要再打这个中括弧，右边结束的这个中括弧，让它变成蓝色，然后右括弧，Enter。不好意思，因为它没有出现我预期要的情形，所以我只好先忍痛把这三栏先删除掉，然后游标移到这个地方，重新再打等于 YE，
一就刚刚动作重新再做一次，然后 Tab 键，然后中刮胡。如果它不会出来，那就可能要麻烦你用卷轴拉到最左边去点这个订单日期，然后又刮胡 ，Enter， 要做到这件事。然后请把这个 U。等于说是栏位名称，请改一下，改成什么年？就是我这边我增加一个栏，叫做年这一栏。